着嘅形态示人，同佢倾诉心事，我又就变成雀仔嘅叫声。但只要可以陪伴喺佢身边，呢一啲我都可以忍受。但系太子佢而家喺水底，佢生死未卜，我要去揾佢啊！着了落水系会浸死嘅，只要可以见到最后一面，你有何憾？众生在世，除了男女之情，还有很多值得留恋的。当我留恋的父母尸骨被邪神杀害的时候，你去了哪里？你们世世代代都膜拜魔神，倚仗他的邪恶势力，那个是因。所以我们要承受这个恶果。你因为一直肯膜拜邪神，才可以幸存。就是因为我曾经向你祷告过，所以你才大发慈悲。出事那日只因我离开黎明，如果我知道我回去之后真的死了，还会被人封了在神兵度，以后都只可以做成罪过。我宁愿我没向你祷告过。当时你的心不是一直向我祈求，只要能够陪伴着太子，你是在所不计的。太子他已经死了在水底了。太子还未死。太子他在哪里？他身上带着灵符，暂时保住他的性命。观音菩萨，我求你带我去见他啊。事物都有时限，人是不可以贪心，保有永恒。